刚才呢，看到你们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说，天哪，这对夫妻这么年轻，好年轻，还带着宝宝，宝宝那么可爱，但是来谈离婚的问题。那你们是不是知道婚姻到底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当时我们刚开始见到你们的时候，感觉觉得你们俩非常年轻。然后呢，刚才啊，这位段先生呢，一直在说一辈子啊，说问你说你这一辈子，实话说你们现在这么年轻来谈一辈子实在是为时尚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感觉你们两个人真的像小孩过家家一样的结了婚，所以整个看来好像你们在感情的路上，尽管你们现在已经是父母，但是仿佛刚刚开始。这是我给你们俩的第一个提醒，就是其实你们到这儿来不是来结束的，现在你们感情的课堂才刚刚开始。第二点想跟你们分享的是，那因为什么婆媳关系不好呢？